还有电吗？这里吗？有的。这个不要。你在会？他拉我干嘛？手机呢？把那个哪个？他那个手机。对，放包里面。走那头去，走那头去，在路上解决一下。又没拦着，怕什么嘞？对，在那路上。哪个绳索？我去帮他找位置。那几个去了几个？他去了。速速标志这几个他们先上去了。在哪边？就往那头走，往那头走的话，没人的话。你们叫路边尬事，没有人怕什么呀？谁看呢？对，灯一关，谁都不知道。这动物，动物吗？动物看吧，都是兄弟。我们四个都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去上厕所了。现在应该不卡了吧？开始 PK 了，弹幕灵活点，请不要影响氛围，感谢。那个声音关一下，要回响。现在卡不卡，兄弟们？今天在公路这边啊，不要到公路那边去。没事，这是晚上有灯的话差。还差一个，我们这组啊，是谁啊？我，谁拉的？我。1233。我们这组就五个人吗？啊？我们这组就五个人呀。1234是5个人。6789。累不累，大林？走了。累不累？累不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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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啊。嗯。累不累，徒弟？有一点啊。有点还好，这才扯了1/10。那我开始了，我都没进来。还行吧。其实我觉得走路还好，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恐怖。走路也累吗？走路也累啊。就走个一天又怎么样呢？你们逛街不也一逛一下午一天吗？也没说累啊。逛街有激情，开心呢。绝对跑得快。兄弟们，什么规则？规则是先进前三，进完前三之后再来给我打。咱们要先进前三。因为今天是17个人，你知道吧？前三先晋级。有什么意义？意义的话是怎么说呢？累了，今天住个酒店，多香啊！今天坐边上一点，坐边上一点，老张子，坐边上一点。有种车叫做灵魂车，会撞到你的。他从那里还可以转弯转回来。别老搞这些有的没的。尤其是鞋子脱下来坐地上的时候，对。尤其是穿拖鞋的。哎，我边上把我那个城墙给你挡住。我操你个 DJ， 我他妈还卡，我操了！你们看到人家那会转弯的车怎么了？信号满了，怎么会卡？他妈这手机他妈被他抢网去了，我操！怎么会卡嘞？我操嘞，一个 DJ 的！兄弟们，你他妈卡爆了，怎么打？我在想办法找地方，帅哥稍等一下，我找地方。操他大爷，怎么这么卡嘞？啊，这里可以了。现在不卡了吧？可能聚堆就卡，兄弟们，聚堆一堆就卡，可能聚堆一堆就卡。好，有小翅膀吗？肯定有的呀。小翅膀一样有的。我今天的话，出行的目的的话，给大家讲一下。第一，因为在基地待的时间太久了，兄弟们，所以说就是稍微变动一下就好一点，就带他们出来出行走动一下，这是第一，就是说以免大家的话看了眼烦。第二的话也是下午的时候让他们休息一下，本来说他们还是有很多主播很敬业，还是开的直播很敬业啊，还是依旧是那个活力满满，还是开的直播跳舞干哈的啊。可以了吗？还卡吗，兄弟们？能听到我说话吗，兄弟们？
我之前手机播的时候，一个人播的时候一点都不卡，因为我这哪里都畅通无阻，一点都不卡。主要是现在手机多了就会出现这种状况，直播就我基地的话，承载20个手机以上也会出现卡的状态。直播就是我们基地啊，有二十个直播间同时开播也会出现卡的状态，所以人数这块还得控制，到时候不能突破20个。上次22个卡了个飞起，什么都带不动。扣环上扣不了，哥，环上扣不了，明哥嘞。第一，出行的目标是为了让大家不要那么严发；第二的话，让他下午准备休闲一下，就放开玩，是吧？该怎么玩怎么玩，休息一下，不要老是播着。第三，然后就玩了一天了，晚上肯定是要锻炼一下，所以的话，我想到就是徒步走一走。走的话，咱们不能说一天都没有 GDP， 然后就给他设立一点 GDP 的环节，接点 GDP， 接点 GDP 玩一下，然后接点活，是吧？是这么回事，行吗？我操你！哎，回去不行，太酷了。好，上车，来车过来，车过来，车过来。有点卡，打不了 PK 他们，没办法。农村乡也是这样的，临时转变一下，问题不大。对，回家我们调到12点打 PK 了，只能。有火箭，上车。上上上上。密码箱啊。把它丢后面去。好，上车上车上车。有火箭吗？现在火箭还有没有人要火箭呢？有没有人要火箭呢？有没有？灵活一点，大家灵活一点，我再安排了。好，哥哥们先收到火箭的，先上车。灵活一点，我再安排。摩天轮第一次，摩天轮第二次。我知道，兄弟们不要着急，我在安排了，慌什么呀？不要慌，把它一收拾。有没有比一个飞机多的？没有。感谢，谢谢幺幺哥，感谢支持。现在不卡了，现在人少了，他就是人多了，抢网抢信号，抢信号你知道吧？现在好了，可以了，急什么？好了，不要着急，不要急，不要慌，现在已经好了，非常稳定的信号。现在主播少一点就不卡了，你看，就剩这几个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个，现在不卡了。谢谢命哥的飞机。不然如果我不要急，不要慌。谢谢又不给我飞机，谢谢。现在不卡了吧，兄弟们？好了没有，兄弟们？好了，扣破一。兄弟们，好了，扣破一。我报数。好了，扣破一，好了，扣破一。太长了，对。我要报数呢。稍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兄弟们，调整一下。好了，扣破一，现在应该是稳定的。刚才因为手机太多了，再加上这里信号比较薄弱，所以它供应不了这么多手机，所以导致的话有些手机会卡。这个没关系，问题不大。我找错了大的数。现在好了。文物还得抢呢，他赢的血呢，我们还得抢文物，这数也太小了。谢谢各位兄弟的珍珠贝，感谢支持。今天只能等12点打了，行吗？兄弟们，珍珠被清空了，冲击130万！我操，现在多少万了？你们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谁叫我？夹子，音乐圣经嘛。咱们还差。现在我们100万，104万，兄弟们，104万，104万。然后呢？这一轮是快要拉分了。过了。报个数吧，还是不稳吗，兄弟们？不稳呢。
你说那个不稳是吧？信号应该是稳定了吧？现在这几个主播应该考得住，就这几个主播应该考得住了。嗯。谢芝麻哥。有饼干，你们要不要补充一下能量？知道急有用，急就不卡吗？急它也是卡，现在就一点都不卡，就是主播太多了，它顶不住，什么手机拉不住。刚才你们 PK 的时候卡不卡？卡，拉都拉不进去，是吧？所以说没办法，我只能及时调整最短的时间。操练了这么长时间，可以了。手上还有小鸽子，它有珍珠贝的吗？现在不在，它不是有很多珍珠贝吗？强哥，你要不然先开车回去呗，免得待会儿你要慢慢的走呀，还是怎么喽？看这几个人，一二三四五六，要看两台车，不是看两台车过来。就看哦，皮卡可以直接丢皮卡上面是吧？可以。那皮卡还是开过来。我们还差一点点珍珠贝，我们的任务就过了。以后出来要慎重啊，手机多了它会那个顶不住的，它的流量比较微弱，信号塔的信流量比较薄弱。裤子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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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子上面，裙子上面，裙子上面，屁股后面，屁股后面。我服了，我刷了多少也提醒关你屁事啊！哎，谢谢关心的提醒，什么提醒的？幺幺哥，啥提醒的？幺幺哥，我今天酒店 PK 往后推迟了半个小时。什么提醒的？幺幺哥，啥提醒的？斗鱼提醒吗？我把珍珠贝清空吧。是回基地啊，兄弟们，咱们没有认真看直播，家人们。已经有一部分的人已经出发了，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往基地回去了，兄弟们，不用刷这个弹幕了，兄弟们，大家没有用心看直播，因为确实信号那个不是你怎么测试都没用的，我你看现在一点都不卡了，现在是不是一点都不卡，兄弟们，是不是一点都不卡？现在最后差两千个珍珠贝，不差三千个了，现在应该是一点都不卡了吧？现在，坏，我们还信号都是以前好的很，300个珍珠贝。估计手机多了，他这里的信号是不是很薄弱的信号？又开始了，信号，操他大爷的！系统提醒。再往前面走吧。操他大爷的，这什么破逼信号？操！好，系统提醒了，系统提醒，不用提醒了。我操，送礼物也被提醒，我操，去他妈的，就是送，关他鸟事，斗鱼就是要送，谢谢我幺幺哥，感谢我幺幺哥的大力支持，谢幺幺哥，谢幺哥，感谢感谢。想想咋组织，不要急，遇事不要慌，淡定啊，不着急。感谢我幺幺哥的风暴教堂，谢谢我幺幺哥，幺幺哥牛逼，感谢我幺幺哥，帅气幺幺哥，牛的，需要两个风暴教堂行吗？两个风暴教堂，百年两个风暴教堂就可以了行吗？两个百年风暴教堂，两个百年风暴教堂，我们直接进去，兄弟们。两个风暴教堂就可以了，兄弟们，谢谢我幺幺哥，谢谢幺幺哥的三个潮汐教堂，感谢我幺幺哥。我操的风暴教堂这么难出的吗？我操他个 DJ！ 谢谢幺幺哥的潮汐教堂，谢谢幺幺哥，感谢感谢。他们是不是弹幕延迟啊？谢谢我幺幺哥的海洋之心，感谢我幺幺哥。我操了，风暴教堂，我操！我妈提醒，大不了我不玩了。去你个爹！幺幺哥，你这话说的，
幺幺哥，你这受伤的是我，幺幺哥，啊，受伤的是我，幺幺哥，那可整不得，整不了一点啊，整不了一点啊，整不了一点。既过了五星，还过了任务才牛。谢谢我幺幺哥的支持，感谢幺幺哥。感谢各位兄弟的珍珠贝，感谢支持，所有兄弟全体都有珍珠贝，走一走，兄弟们。全场任务可以删了，好嘞，看一下，有一些把它搞了搞了。刚才说准备干嘛来着？什么任务？我把波塞冬给他放弃了，行吗？波塞冬给他放弃了，行吗？波塞冬放弃了。波塞冬给他放弃了，波塞冬放弃的话需要六个风暴教堂，六个风暴教堂，兄弟们，波塞冬已经放弃了，兄弟们，后面只有一个任务了，可以不要波塞冬， OK， 现在的话是风暴教堂，兄弟们，风暴教堂可以说哈，日榜前十，封号奖励，感谢各位兄弟，非常感谢，休息会儿吧。风暴教堂六个，各位兄弟，还有珍珠贝给他冲一冲，尽能力搏一搏，行吗？香哥，现在打满小油板算吗？啊？现在打满小油板算吗？现在打满行吗？十二点过后吧。现在打满吗？啊。12点吧，现在来不及了，现在。统一12点吧。完了，不算。12点吧。啊。统一12点这一点吧，小伙伴们。推迟的一样的。大哥们说一声。说一声。已经上了，我里面穿短裤的。你看，没事，大哥既然这么宠，12点再宠一波，没事没事，问题不大。僵尸，我们推迟到12点到1点搞定了。谢谢大家。可以，11点钟你们打满可以去酒店，好吧？只要你们能打满，直接去也可以。好吧，如果没满，男神哥，我们能不能打满？他说现在几点？谢谢大家，爸爸说说下一次几点呀，小哥？现在是。欢迎上贝哥。今天估计都累了，好吧？身体的话，想想是吧？哎，我们签到人是需要150个吗？夹子你满了吗？你拆多少满了？也拆多少满了？拆多少满？我已经满了。你满了直接去酒店呢？多少？小日满多少？4000。还小日满4000吗？如果就这样打满的话，可以去酒店，不用打 PK， 就这样打满就可以。
然后十二点到一点要一次。怎么这么快就满了？真是，真是这么努力。我说兰兰你会做，就坐在后面来着。坐的都不愿意下，一点浪费都不能跑出来的。我操，这才走多长时间？你们说太累了，我的天哪！这还是走了三分之一。你们要是逛街的时候也要说累，你知道吗？逛超市，所以我不喜欢逛。逛超市的时候。或者逛街不逛，嗯，跟他们说一下，我在群里面说一下，十二点前打麻将日版可以直接去酒店，不说那个，这是信号问题故障啊。我来发个信息。他们已经到家了。到家了是吧？车应该返回了吗？十二点前过，十二点前打麻将日版，是吧？小时吧。我们有没有走？也算。可以直接去。听他们说一下，群里面发了信息。任何东西都要尝试的嘛，你不尝试怎么行呢？不说还在这里谈 GDP， 但是比。回去是吧？对的，说这个对的。嗯，在群里面发了信息，说这个是的，因为这个户外在这里的信号不是很稳定，嗯，所以我们临时改回去。两台车，把皮靠开了。有点卡，操了，我气死我了。现在不卡了吧，兄们？好了没有，兄们？好了吧？红哥，你这粉丝节还冲不冲啊？幸福哥肯定冲了呀，我都卡的头疼，头发麻了都。何必发麻了，冲了呀，冲了呀，哥，冲的，还在户外，别人在家坐轮椅吹着空调，你们还在这纠结小姐姐的 GDP， 纠结小姐姐的 GDP， 嗯，十点半就好坐车回去了，非要死卡。我给你磕个头了，哥，啊，我有问题。我操！这样您能给我刷礼物吗，哥？刷不了的话就别逼逼。操！红哥，粉丝节冲一波去嘛！幸福哥给你冲一波的。你们这帮有空帮土力扣个任务啊！十二点还 PK 不？十二点之后 PK 行吗？十二点准时 PK。
你为什么不先坐车回去？我肯定要陪他们一起过去。你们不要暴躁，你们急，越是人在着急的时候容易出乱子，你知道吗？卡的时候我是很着急的，所以我一定要淡定，如果不淡定的话就出问题。看你很淡定，都不急着过任务，我只能淡定。幸福哥，我要是急的话会出问题的，我怕我心态炸，所以我一定要淡定稳住，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啊！这个时候不稳住，那他妈的被弹幕给搞炸了，他妈真得不偿失。信号不稳定，打 PK 不稳定，所以及时调整。我们就分了两批车，先坐车回去了一批，然后还有车马上过来把我们再拽回去。我们打十二点的小时榜，如果十一点前他们能打满小时榜，可以直接去酒店，这个不影响。只是说今天路上徒步的话有点卡顿，所以也要尝试一下。我不试的话，我不知道了，兄弟们。你不尝试，这么多人徒步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嗯，急什么？我都不急，减肥就要这样，这个很正常的，兄弟们，正常的。所以我要先调整一下状态，调整好，这是重点。如果我要是说调整不好状态的话，那肯定不行的。十二点粉丝节结束了，十二点粉丝节结束了吗？十二点粉丝节结束了吗？我不知道，兄弟们。十二点粉丝节结束，没关系，我们先淡定，还有时间，半个小时时间够的。首先第一，兄弟们，现在我们调整一下方案，调整一下战术，兄弟们，调整一下方案，调整一下战术。十二点分区结束了，好嘞，兄弟们，那我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准备集合，所有兄弟准备喇叭摇一下人，兄弟们，所有兄弟准备集合，所有兄弟准备集合。集合一下，兄弟们，先把人聚集一下，把人集合一下，兄弟们，集合一下。高压锅的所有兄弟准备集合人马。对，咱们大家伙的话可以分享一下，把直播间分享一下，把人集合一波。这个时候直播间的所有兄弟们全体都有，首先第一步，我们直播间所有兄弟，我们把这个珍珠贝全部清空，十二点之后就没有了，兄弟们，所有兄弟在的兄弟们把珍珠贝全部清空，全部清空，第一步。第二步，大家按照这个任务走一走，然后我们风暴教堂开出六个，我们百年需要大哥们仲裁一下，在的真爱的大哥们，第一步清空所有的珍珠贝，清空所有的珍珠贝，所有的兄弟全体都有，在的兄弟们，在的所有兄弟把珍珠贝全部清空。第二步，咱们有条件的大哥，咱们帮忙点几手百年，点几手百年，辛苦了各位兄弟，只能这样按战术来走，兄弟们，按战术来走。按战术来走，兄弟们，战术来走。希望大家伙都能抬一手，希望粉丝节的话也取个好的名次，取一个很好的名次。所有兄弟全体都有，把珍珠贝全部清空，十二点前全部清空。对，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不在直播间的兄弟们，咱们来了的话也会跟着这个氛围一起走。所有兄弟全体清空，清空所有的珍珠贝。第二步，我们的话有条件的大哥们，百年帮小弟我点几手。争取把分数再往前冲一冲。对的，人多力量大，先把贝壳全部梭哈。我们十分钟的时间吧，到十一点四十分，十分钟的时间把贝壳全部清空。对对对，十一点四十之前，十分钟时间全部梭哈。好，任务出来了，兄弟们，十个盛典飞机，十个盛典飞机，咱们凑一凑。高压锅的兄弟们，咱们人多也可以凑上去，兄弟们，问题不大，先不急。先打珍珠贝，先把珍珠贝全部清空。对，先把珍珠贝全部清空，各位直播间的所有兄弟全部清空珍珠贝，全部清空，感谢各位兄弟。
11:40前清空所有的珍珠贝，第二步先不急。对对对，先第一步清空所有的珍珠贝，这是我们第一步该走的，兄弟们，我们要有战术，先不着急。不用讨论第几，反正珍珠贝最近很多新人，很多家人们的话就是关注着，兄弟们，大家珍珠贝可以给小弟支持一下。我操！谢谢我幺幺哥的飞机，感谢我幺幺哥，感谢感谢感谢。然后感谢我幺幺哥的飞机，谢谢我幺幺哥。先把第一步先搞完，先把珍珠贝清空完。好的兄弟，珍珠贝都没有清空完，很多兄弟，新来的家人们，新来的朋友，很多看我们直播的还不知道，先把珍珠贝清空，第一步慢慢来，不着急，问题不大，兄弟们，问题不大啊。第一步11:40前清空珍珠贝。当生命的枪声一打响，我流血，我流血。对，珍珠贝全部清空，所有兄弟全体都有。命运嘲笑我的疯狂，不倔强，去反抗，信念在生长，怒火中捆绑，我要誓死捍卫和平抗，连环在击打，战车一发烫，正义锋芒一时不可挡，迎着血来厮杀战场。大家有珍珠贝的大哥们可以帮忙点一点，兄弟们，把珍珠贝清空一下，谢谢各位兄弟，感谢支持，感谢各位大哥，感谢支持。先把这个前十先搞一下，兄弟们，拿点双倍卡，名次真的怎么说尽力，先把这个名次保住，这个双倍卡 VIP 卡先拿一下。对，珍珠贝海洋之心可以清空，有条件刷点生理飞机。对的对的，现在目前第二名，第几名，谢谢家人们的珍珠贝，感谢支持。珍珠贝的话目前我们排名第六名，兄弟们，第六名。好，这个时候我们先不管它，先不管它了，兄弟们，各位直播间的所有兄弟，现在我们不说其他的，兄弟们，珍珠贝清空了。好，接下来第二步，各位直播间的所有兄弟全体都有，过任务，等会我来看一下啊。说实话，在虽然说打粉丝节我也没有闲着，还是希望给兄弟们搞搞节目，兄弟们还得给兄弟们搞节目啊。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伙的话就看着任务走了，兄弟们直接走着任务。所有还是希望给兄弟们搞搞节目，兄弟们，谢谢小海龟，感谢小海龟的支持，感谢小龟。珍珠贝清空完了，第二步兄弟们全体都有，按照任务走，进度条还差九个飞机，先走这个飞机走一下，九个飞机，大哥凑九个飞机冲，飞机来了，欢迎我敏哥，十个盛典飞机，大哥们直接把它干掉先。九个盛典飞机，兄弟们凑一下，大哥们，好嘞，感谢我第七期大哥的那么好处。九个，九个，九个，谢谢我罗哥的飞机，感谢我罗哥，感谢罗哥的飞机，谢罗哥，谢谢罗哥，谢罗哥，兄弟们，感谢罗哥支持。八个，对，还差八个胜利飞机。兄弟们，人多力量大，兄弟们，人多力量大。高压锅的兄弟还是有实力的，兄弟们，咱们人有实力的，大哥们有这个实力。谢谢小海龟的盛典飞机叉二，感谢大哥。对的，大家一起凑一下，咱们高压锅的兄弟确实有实力的，真的可以冲上去的，兄弟们，真的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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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兄弟们，信任，信任，信任。
谢谢我川哥的飞机，感谢我川哥。都上车了吗？谢谢我柔情似水在水等一人大哥的飞机，感谢，感谢我敏哥的飞机，谢谢敏哥，感谢敏哥，还差三个，什么三个？还差三个盛典飞机，凑一下，兄弟们。可以了，已经很牛逼了，兄弟们，已经很强了，兄弟们，很强。那个，珍珠贝给它咬着，兄弟们，珍珠贝咬着，兄弟们，飞机任务过下去。谢谢我敏哥的两个飞机，感谢敏哥的两个胜利飞机，感谢敏哥。谢谢敏哥。谢谢敏哥，谢谢敏哥，感谢敏哥，感谢敏哥，感谢用户哥，谢谢用户哥，感谢我执念哥的飞机，改执念哥，感谢执念哥，感谢，谢谢执念哥的飞机，感谢执念哥。对，那个珍珠贝给他咬着，什么飞机拆一个。感谢我幺幺哥再次的盛典飞机，感谢。啊，这个加四万，我操，有点猛啊！好，接下来的话，兄弟们，感谢刚才大哥们送来的飞机支持啊！接下来的话，我们。怎么说呢，我们高国条件有限，咱们只能说走百年，兄弟们，走百年嘛，先把这个风暴教堂给它搞出来，百年六个风暴教堂，兄弟们，百年风暴教堂六个，兄弟们可以搞一下，这个也相当于是点一手一个飞机，百年六个，兄弟们，六个。第三步的话，先百年把这个搞出来先。把这个搞出来先，强哥开车回去吗？啊？后面有几个箱子。后面哪里有几个箱子？箱子。那个车放上去吗？有条件允许的兄弟们，咱们点一下，这也相当于是一个飞机，兄弟们，一个飞机。投票也有珍珠贝的，谢谢各位兄弟的珍珠贝，感谢支持。后面咬得好紧啊，我操，后面咬得太紧了，都挨着在，兄弟们，珍珠贝全部清空嘛，兄弟们，珍珠贝全部清空，等会只能咱们有条件的大哥们点几手，兄弟们，点几手，兄弟们，差的不多，兄弟们，
差的不多，这个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兄弟们。真正拜年搞一下，反正跟王哥差的分数不多，我们大哥在的话，组织一波一起冲一波，可以试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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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哥差的不多，可以试一下冲一下，还是可以的，兄弟们，有机会。是硬刚了，对，就是鱼翅硬刚了，兄弟们，咱们只是人多力量大。谢谢我大棒哥，感谢我大棒哥，谢大棒哥深渊，谢大棒哥，感谢大棒哥，谢大棒哥，感谢，谢谢大棒哥，感谢大棒哥支持。十四个火箭搞出来最划算，十四个火箭的话，我操，这得大哥啊，兄弟，得大哥，没大哥他们整不上去。十四个火箭多少钱呢，兄弟？我操的，放弃也没有新任务了，放弃也没有新任务了，兄弟，不能放弃了。十四个七千。嗯，十四个火箭有点狠了，我操的。这还是需要相当有条件才行，十四个火箭七千。操，未必提前安排，提前安排的话，你们大哥来预定一下，差不多。这个东西不好说的，兄弟们，真的不好说。安排啥美滋滋啊？对，嗯，那差不多。我接到一个有点薄弱，信号有点薄弱。兄弟们，那个的话，只能的话等大哥帮我秒一下，有大哥秒的话有可能，不然的话有点难搞，兄弟们。咱们的话把这个守住吧，别一直别跑我们前面来了，别最后一头都搞不到，别。哎，这个走得近了。兄弟们，把这个贝壳全部给它刷一刷，兄弟们，贝壳走一走。把贝壳全部丢一丢，兄弟们，贝壳丢一丢，这个搞一头搞进去，兄弟们，这个贝壳全部丢了。第二，这个前三的话得大哥重型输出，兄弟们，没有重型输出也得难搞，兄弟们。十三万二十万，对的，只能这样了，兄弟们，尽力，兄弟们，尽力。贝壳搞一搞。对的，加上去，爆炸了就好玩了。对的，把这个贝壳搞上去，兄弟们，贝壳搞上去。感谢各位兄弟，谢谢大家送来的珍珠贝，感谢支持。珍珠贝全部说哈，感谢珍珠贝，感谢各位兄弟，谢谢支持，马上就回家了，兄弟。呀，那些前三奖励都差不多，主要是守一下珍珠贝吧。好嘞。
摸头为号，给老让我摸头去嘛。我只有在我思考问题思考不过来的时候才会摸头。谢谢大家的珍珠贝支持，感谢各位大哥，感谢感谢。谢谢叶哥的珍珠贝，感谢我叶哥，我去叶哥好多珍珠贝，叶哥，叶哥牛逼，叶哥，叶哥小弟我打珍珠贝前十还是很强的，感谢叶哥大谢。9999珍珠贝，叶哥还是存的货也挺多的，可以整一整，整一点，整一点，往前面整一下。珍珠贝尽量往前冲一冲，搞个前十，拿个 VIP 卡，拿个双倍卡，然后那个关于我们的这个礼物这一块啊，进行前三，那得重型输出了，大力输出。啊，咱们主打还是节目慢慢长，尽力啊，有大哥能抬一手，就重力输出直接输出去，不然没法搞。其他的咱们顺其自然了。走回来凌晨三点，走了天亮你都回不来，你们就你们几个，刚才的话已经走了，你们刚才差不多体力已经差不多了。我以为已经走了二分之一了。远得很，二分之一。原来真的才走十分之一。谢谢用户802大哥，感谢802大哥，谢谢802。所以的话，这一次此次的尝试的话，就足以证明我们人多。如果说你出行户外节目的话，就会导致信号不稳定。你不尝试，你不知道的呀。不然哪天你出去的话，信号不好就很麻烦了，到时候就很头疼了。还有些信号比较薄弱的地方，你就会导致你信号不稳定。因为你一个手机有可能是稳定的，十个手机有是稳定的，二十个手机就不一定稳定了。跟我们基地一样，我们基地你看这一路上都稳定得很，所以说要尝试一下，不试试完了后面节目都不知道怎么做。你本来计划好的节目你到时候再去做大型节目，橄榄拉了信号不行，那就麻烦了。还是内容就看这一把。谢谢各位兄弟，感谢感谢，谢谢支持，感谢各位兄弟的珍珠贝支持。你们愿意把你们手中最珍贵的珍珠贝送给小弟我将全心全意竭诚为大家服务，争取给大家搞更多的精彩的节目。今年这个首先第一的话，在基地待的时间久了，所以带兄弟们出去转悠一下。第二的话，徒步的话也是想锻炼一下，简单的操练一下，也不会搞得很累。然后有珍珠贝的，没有打卡的，兄弟可以打个卡支持一下。珍珠贝我们能进前十还是很牛逼的，你们很强，珍珠贝进前十也很强。前十全部游戏区有珍珠贝梭哈助力主播拿下前十，凝聚力冲前十，全部都是游戏主播，由就我一个户外乱入进去了，兄弟们，所以证明的话，咱们还是很多兄弟愿意支持的，是吧？还愿意去把珍贵的珍珠贝送给小的弟我，我觉得还是很优秀的，还是很好的。OK， 排名在哪里看呢？还是不错的，兄弟们，可以的，很强，很强，很强。我们人还是很多的，足以证明人多还是人多的，兄弟们，真的牛逼的，人多。可以的，很强，谢谢各位兄弟，感谢支持。就是我们的珍珠贝还是可以给他们抗衡一下，可以给他们抗衡的。你看，给兄弟们看一下，
连续两天拿下前十，厉害！点点击这个，然后再点击这个探秘记录。探秘记录的话，这里有一个那个，这个沧海。你看，我们现在排名第六名，兄弟们，120万，兄弟们，后面全部咬着不放在120万，后面都咬着不放。所以说，我们珍珠贝尽量能梭哈就把它梭哈一下啊。你看，全是游戏主播，我操，就他妈一个户外主播乱入了，兄弟们，牛逼轰轰啊！我操的牛逼，还是很强的，兄弟们，不说其他的，真的很强。就我们乱入了，所以珍珠贝把它搞进去，我们第七名，现在第七名，还得往上冲一冲，兄弟们，再冲一下。第七名，再冲一冲，兄弟们，这个就是考验人多，兄弟们，人多力量大，人多力量大，我们第七名，拿下户外最后的荣光，前十全是游戏区，有珍珠贝梭哈助力主播拿下。还是基地的信号好一点，回来是不是都复活了？一下子，皮卡回来了吗？回来了。去酒店才能。皮卡回来了吗？皮卡回来了吗？好。什么酒店复活？大哥，你帮我把行李箱。要住酒店才可以复活。可以住酒店，大哥宠你，刷就完事。谢马特哥，谢马特哥，感谢马特哥支持，谢马特哥。第七了，再冲一冲，兄弟们！我操嘞！兄弟们，咱们没有珍珠贝的，再搞一搞，凑一下，兄弟们，珍珠贝凑一下。他妈的，走了两个多小时，你们就拉了，就这，你们这不行的身体。哎呦！每个兄弟充点钱就可以获得，对的，拿下户外最后的荣光，这一波全力以赴给我冲！他妈的，前十必须干进去，必须搞进去，前十必须干进去。所有的兄弟，咱们没有珍珠贝的兄弟们。咱们就点几手那个百年可以搞几手，兄弟们，给我多搞点珍珠贝冲进去，兄弟们。顺便看能不能帮小老弟我过个五星啥的，兄弟们，差不多了，五星牛逼，我操！有喇叭的走一下，喇叭走一下，看一下，是不是顺便可以过一下？我操，牛逼了，兄弟们！感谢各位高月过的所有兄弟，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兄弟们牛逼，我操，太牛逼了，我操嘞！十个全部是游戏主播，就我们进去了，就这么牛逼强，很强啊！这个东西珍珠贝这个东西的话是大家众筹上来的，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大家众筹上来的，兄弟们，众筹上来的，兄弟们，125万，猫的话132万，猫哥也发力了，直接冲上去，我操，这考验人多，人多就牛逼，兄弟们，珍珠贝有的话直接全部梭哈 all in， 全部干上去，就考验人多，有珍珠贝全部梭哈，兄弟们，梭哈。牛逼牛逼！把那个音响打开，我接下放点音乐。加油，兄弟们，加油，兄！高压锅的兄弟们牛逼！我操！欢迎使用曼龙音响，外音模式，蓝牙已就绪。加油！外音模式。连不上去，连不上吗？连不上。蓝牙已连。哎，连续连续。不，那白色的。那你有一个。你车上。我拿下来了。加油加油，还有最后五分钟时间。最后五分钟时间，亲们，最后五分钟时间。谢谢小小达，谢谢的，感谢，百年飞一波，他们能飞行编队，如果最短的时间飞一下还是可以的，能上去的。感谢我迷日哥，谢迷日哥的潮汐教堂，感谢迷日哥，谢谢迷日哥，谢谢漠北，谢谢兄弟们珍珠贝，感谢支持，主要是打个凝聚力，兄弟们，大家都能支持一手，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兄弟们。谢谢大哥，感谢大哥支持。在里面，你自己找啊。感谢，感谢迷日哥，谢谢迷日哥。感谢迷日哥。百年后有1000加珍珠贝，百年之后。谢谢大哥，感谢小羊羔的支持，感谢小羊羔。珍珠贝可以再梭哈一波，搞稳一点，第七名，我擦嘞。谢谢小羊羔，感谢支持。
十五万，二十万，28万，20万，把这个任务全过了，我们就可以直接晋级了，兄弟们。把这个美杜莎神殿过了，把这个圣殿火箭任务过了，把这个风暴教堂任务过了，我们可以直接打到粉丝节第二名，兄弟们，可以打到第二名。但是这些的话，算了一下，四千加七千，一万一加上这个1万多块钱吧，1万多块钱可以2块钱左右吧，直接打到第二名。我操，牛逼！算了吧，等一个大哥顶一手。我操了，万一有大哥有光了，兄弟们，别打问号，兄弟们。万一有光了，兄弟们，我操了！不到最后一秒都不放弃，兄弟们。万一我有大哥，上次我大哥一口气13个超级火箭，咱们没看到吗？26个超火吧，16个超火，13个超火，一口气13个超火，14个超火，一口气，我操，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呀，兄弟们。怎么就不可能？这么多人，你以为一切皆有可能？那一口气13个超火，你以为？我操！打酒店，兄弟们，到12点钟吧，我先把这个打完吧。打完吧，万一有奇迹，大哥吭吭吭一下子给我点完了，牛逼！我操！万一有大哥宠我了，啊，万一宠了，兄弟们，就是牛逼！我操了！不到最后一刻，不到世界末日，咱们都不那个，知道吧？不是第一、第二、第三，啥区别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区别，就是牛，就是牌面差嘞，牌面牛逼，我操嘞！就是排一排，就是牌面，我操！我操！这他妈打的话，拼命的打了个珍珠贝，不也是牌面？10个游戏主播，我操嘞！就咱们红木小妖晋级了，还是可以的，兄弟们，很强。是肖哥，能不能让兄弟们帮我凑点珍珠贝呀？谁呀？蓝七哥。难，太难了，珍珠贝给不了一点的，我这缺珍珠贝缺的都缺不少啊，不够用啊这。嗯，我这缺不少啊，缺不少啊，没有了，没了，全刷完了，凑不了一点，刷完了蓝七，啊七清空了，梭哈了，我们已经 ，all in 了，珍珠贝已经全部 all in 了已经，我们在冲前十，蓝七，不好意思。谢谢我幺幺哥的风暴教堂，感谢我幺幺哥。谢幺幺哥，那个超级人物出现了，就是我幺幺哥秒，我操幺幺，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也打珍珠贝前十，所以的话就没办法了。平时的话还可以飞，还有一分钟，前十稳的一匹，稳如修车，稳的一匹拿下前十，好嘞，就是牛逼，哎呀，赚麻了。把里面的双麦卡、双倍卡都开开，准备打 PK 了。别激动哈。我们整个直播间就24号几个人穿的。24号嘛。小白怎么又在那个打车？我直播间没有。我这个会不会过期？这个。今天刷超火的那个大哥。26号。刚来的时候还说没事，刚回来的时候看上还是好好的。那时候看见你俩了好久啊，长得特别漂亮。有。拍一个美照。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牛逼！我操，又开始过任务了！我的妈，牛的呀，兄弟们！糟糕，我卡了，这还凑个人了。兄弟们，牛逼，又开始凑任务了。辛苦了，感谢各位大哥，写着直接秒，牛逼，我操嘞，这凝聚力吓死人，兄弟们团结一致，直接秒，我操，打 PK 吗？今天打 PK， 马上打 PK， 开打 PK 了呀，你在你车上面，必须打 PK， 兄弟们必须打 PK， 兄弟们今天还有前十啊，今天还有前十，我们继续打这个珍珠贝一个不给，兄弟们全部留着，珍珠贝全部给自己留着，集合一下，把珍珠贝全部留着给小红刷，兄弟们，今天全部刷掉。集合一下，让集合了半天。把珍珠贝全部留着给小红刷，兄弟们，小红刷，给小红多搞点珍珠贝，搞前十。今天不能再给一点了，一点都给不了。电话。
拿音响那个搁哪的？好，对的，把珍珠贝全部刷一刷，兄弟们，珍珠贝全部刷一刷，感谢各位大哥，谢谢支持，兄弟们太宠了，太宠了，太宠了，牛逼牛逼！集合了，集合了。今天累不累？累。想不想跟教练？想。好的，好的，好的，所以你知道了吧？在基地的话，生活是有多幸福吧？幸不幸福？幸福。今天让你走一点路，你就觉得累了。所以你们在基地的生活是很幸福的。所以接下来的活动，所有的基地的活动。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不然我还会把你们拉出去操练的，懂不懂？懂不懂？所以在基地的话，咱们的话不管干任何活动一定要积极参加，全力以赴，知道了吗？不管是泥耕活动什么活动，那是没有你们那么累的，今天走路走了两个多小时你们就不行了，所以说一定要全力以赴做节目。我们十一点钟的话有没有打满小时榜的？哪几个？十一点打满小时榜。他妈这么多打满小时榜了。十一点就打满小时榜了。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你们是否接受十二点的小时榜？紧接着打一把。不打了，不打了。你打不打？你打不打？就没有一个能挑战一下的吗？怕啥呀？怕什么呀？大不了睡鬼屋，怕鸡毛。不打了，不打了。那大哥刷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让我们住酒店的吗？还打？你们可以这样，你把它变成 VIP 房卡存着，等你在不被必死之需的时候再来用也可以，存着，哪天没打进酒店的时候可以用。不打吗？酒店就那么香吗？酒店真的很香吗？酒店很香，很香。好，行 ，OK。那你们的话，那就你们既然不选择打的话，那就没办法。你们可以把这个酒店卡存着。对，我觉得话是。对，在不时之需的时候可以用得上。难道你们就那么自信，每天都可以打进酒店？好吧。后面是给他们一个活动。谢我胖子哥，先住了再说。好。先住了再说。那剩下的还有多少人？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个人。十三个人的话，分三局。四十五。嗯。一二三，四四五嘛。三个人五五，四四五十三把吧，差不多三把，三十分钟，三十几分钟搞定吧。好，那我就分三把抽签，剩点飞机缺十个。好嘞，我们等下打去嘛。谢谢叶哥的海洋之心，感谢叶哥。那几位富婆的话，可以稍作休息一下，等我们打完 PK。待会儿送你们去酒店，好吧？明天继续努力啊，加油！真棒，打满小时榜了，太棒了！谢谢我胖子哥，谢谢我胖子哥，你们本来就是小孩，在我面前你们都是小屁孩。其实我也想当小屁孩，当小屁孩的话很开心的呀，有人宠，怕勾吧，有事有人罩着。谢谢我胖子哥的音效飞机，感谢我胖子哥。那就数三吧，四四五啊！第一，一二三四，出列。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 D 吧，打五个吧。五四四吗？可以，那也行，那叫五四。打五个，那也行，都可以，反正也打。谁拉？谁拉？你拉吧，你拉吧，这不是可以打的吗？五四四，六七八九，剩点飞机缺十个，这波十二点过后的 PK， 我希望高压锅的所有兄弟全力以赴，这几个全死。十二点过后，咱们兄弟一起打个卡，这还赢不了，兄弟们，已经跑了四个了吧？好像，是不是跑了四个了？已经跑了四个了，其他人全部给他守住，
一个跑不了。我操，来哪一组先打？不是，不是这一组先打，十分钟之后再给我打。你是第二轮的是吧？不用搞那么复杂，直接跟我打就行了。直接超过我直接去。不用晋级了。不用晋级，超过他的分数就去。超过我分数直接去。是不是有几个嫂子回去了？什么几个嫂子？有一个老嫂子回去了。十二点过后的 PK， 兄弟们，高压锅所有兄弟集合所有火力，全力以赴守塔，除非打满小时榜，不然走不了一点，走不了一点啊！但是别人也是十二点之后的小时榜，我感觉我们人多一点应该占优势一点。拿一瓶水喝一下吧，谢我幺幺哥的飞机，感谢幺幺哥，感谢我幺幺哥的顺点飞机，兄弟们全体都有上刺刀，今天这一局十二点 PK 全力以赴。谢谢大哥，感谢支持，感谢2988文明看直播，感谢6512旅客哥，感谢文明看直播，感谢白天渴望读懂黑夜大的海洋之心，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感谢小卡拉咪的小画家，谢谢小卡拉咪，感谢这所有的贝壳可以直接刷，今天只要有那个贝壳的直接全部刷掉，兄弟们，直接有了直接刷清空，有了贝壳的直接清空，我们今天争取把名次再往前打点，对，不管什么礼物直接冲，兄弟们直接干。谢谢各位大哥，感谢我802大哥，谢谢802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老八哥，谢谢各位兄弟，谢谢牛逼普拉斯，感谢各位兄弟。对的，贝壳全部丢掉，什么全部丢掉，贝壳荧光棒免费礼物，背包里面的那些没有贡献值礼物的全部清空，谢谢各位兄弟对小弟我的认可，感谢你们支持，非常感谢。对，今天我们就直接打扣，直接往上冲进去。对，把贝壳直接冲上去，贝壳直接打上去，好了，干！他命礼物大家可以点一点，单点十年、百年、千年都可以搞一搞，都可以支持一下。感谢大哥，谢谢兄弟们抬爱，感谢支持。十个十点飞机，差九个，兄弟们，差九个十点飞机，先把这个任务过一下。差九个，冲一冲，兄弟们，十年火箭两个，求九个十点飞机，任务40000分，24个火箭150000分，谢谢各位大哥。反正按照流程走，我们全力以赴，兄弟们，单点都可以，单点百年、千年都可以。欢迎多彩动物园大哥，我都是大哥，欢迎各位大哥进场，欢迎你们。直接干，飞机也清空啊，小红，直接清空哥，直接清空。飞机直接清空，敏哥直接清空，谢谢大哥，谢谢。我操嘞，卡丁车，谢谢大哥卡丁车，谢谢我千淘万哭虽辛苦。感谢我辛苦哥的卡丁车，我操，辛苦哥牛逼了！谢谢辛苦哥的卡丁车，感谢辛苦哥，谢谢兄弟们的秘境支持，感谢各位兄弟，谢谢辛苦哥的两个卡丁车，感谢辛苦哥，双倍亲密度，三倍上线，什么单点、百年、千年冲！尽量把门槛拉高一点，十二点这波打的有点凶的，应该是加把劲，加把劲，兄弟们，加把劲，加把劲。全部守下，全部守，全部守住，全部守住，家人们一起冲一冲，兄弟们！已经走了四个了，兄弟们，已经走了四个了，不能再走了，兄弟们，不能再走了。谢谢各位兄弟的贝壳，感谢是动了，全部都动了，兄弟们，冲！
哎，我小弟一手，这一轮的话，争取把这几个全部守住，兄弟们，全部守住。这几个都是有实力的，兄弟们，都是有实力的。大家一起打打卡，兄弟们，一起打打卡。谢谢大哥，感谢大哥，感谢我敏哥的飞机，谢谢我敏哥的盛典飞机。盛典飞机还差几个，凑一凑，兄弟们，谢谢敏哥的盛典飞机，感谢敏哥，感谢爽歪歪大哥，谢谢我有龙骑士清寒哥的山水珠峰，欢迎我清寒哥。我去，上一次出千年相守的清寒哥来了，兄弟们，欢迎我清寒哥，我迪玛，不能再走了，已经走四个了，兄弟们，大家一起抬下，谢谢清寒哥，感谢清寒哥的山水珠峰，感谢清寒哥，谢谢我清寒哥的两个山水珠峰，感谢我清寒哥，清寒哥牛逼，感谢清寒哥，给天台会今天的 VIP， 好嘞哥，也可以。现在也可以制定 VIP 与超级 VIP 都可以制定。现在五多登记准备啊，都在看，可以的，大哥直接刷，可以直登记啊。好嘞哥，收到，白嫖哥，安排哥放心，安排的妥妥的，别这让妹妹们吃的饱饱的。对的，谢谢我清寒哥，谢谢我白嫖哥，我的妈，太猛了，白嫖哥，谢谢白嫖哥的六个浪漫旅行车，感谢白嫖哥。我去，感谢白嫖哥，谢谢白嫖的浪漫旅行哥，感谢爽歪歪的小画家，谢谢爽歪歪，谢谢回忆哥的小画家，感谢我清寒哥的两个山水珠峰，感谢清寒哥，这把力度打大点，兄弟们，力度打大点，有贝壳的兄弟们直接清空 all in， 我们也在打了个 VIP 卡，兄弟们，辛苦各位兄弟们，辛苦各位兄弟，谢谢。白天不懂夜的黑，谢谢爽歪大哥的小画家，感谢大哥，感谢，我操牛逼，感谢大哥的小画家，谢谢支持，感谢大哥牛逼 YYTS， 感谢我清寒哥的两个山水珠峰，众人拾柴火焰高，兄弟们，咱们并非说一个大哥扛下一片天地，是众志成城，所有兄弟一起冲，所有的兄弟一起搞，所有的兄弟一起干才是王道，感谢各位大哥支持，非常感谢，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管他什么小画家什么礼物都行，兄弟们，剩下的我来顶下，敏哥，谢谢我敏哥支持，感谢敏哥，谢谢敏，谢敏哥，兄弟们，我们顶上去，兄弟们顶上去，不给点机会，兄弟们不能给点机会，顶上去，顶上去，然后把那个。感谢我幺幺哥的盛典飞机，感谢幺幺哥，谢谢我幺幺哥的盛典飞机，感谢幺幺哥的盛典飞机，谢谢我清寒哥的小画家，感谢我清寒哥，感谢，谢谢我清寒哥的小画家，感谢清寒哥的山水出峰，我清寒哥能不能再出一个大货，谢谢我清寒哥，我操清寒哥牛逼，感谢我清寒哥，感谢，谢谢清寒哥，感谢清寒哥，谢谢清寒哥山水出逢，感谢清寒哥三个山水出逢，拿水拿过来，没拿吧，强哥拿瓶饮料行吗，喉咙疼，清寒太牛了，太宠了，感谢我清寒哥，谢谢清寒哥，谢谢清寒哥，谢谢各位大哥，感谢大哥小画家，谢谢，谢谢 looking 贝贝的小画家，谢谢 looking 贝贝的小画家，兄弟们，小画家其实好久没玩了，也可以玩一下，就在这个时候说不定能出个千年相守，就是因为都没玩，我们趁虚而入，咔拿下，我操牛逼，一切皆有可能，想得很好，我们也想得很好，兄弟们，这把我觉得彪子会火推塔，兄弟们能不能帮我守一下，兄弟们能不能帮我守塔，家人们大哥们，我怀疑彪子会推塔，欢迎艺术哥，欢迎，兄弟们，我们先把这把 PK， 已经走了四个去酒店了，兄弟们，然后剩下的我觉得真的不能再让他们走了，一定要把他打满，要把他守住，让他自己打满，兄弟们打满才能走，我们拉开距离，他在追你们，谢谢我降临哥的盛典飞机，感谢我降临哥，好，我降临哥社会，我降临哥人狠话不多，感谢我降临哥，不用怀疑，肯定通，对，所以我说拉开一个超火的距离才稳一点，感谢我草原哥的盛典火箭，谢谢草原哥的盛典火箭，感谢我草原哥，
我的妈，感谢我草原哥的支持，欢迎我地藏菩萨欢迎，谢谢草原哥，你们再冲一波，再冲一波，不给他任何机会偷塔机会好吗家人，再冲一波家人们，给咩咩个 VIP 吧。好嘞，谢谢我草原哥安排，草原哥没毛病，可以的，草原哥，谢谢草原哥的火箭，安排安排。哎，刚才有个大哥说安排那个，谢谢谢谢，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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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上来了，再动就是标子，把标子防住行吗？标子防住，小心他超火，超火是2700，我们再冲一点行吗？这个分数不稳了，兄弟们，飞机再点两个行吗？帮忙守塔，火箭守塔。小慧的已经写了行吗？已经安排了，再来两个飞机，防止超火偷塔。小慧谁安排的？防止超火偷塔，这把必偷守塔，偷不了一点。大哥帮我守塔，大哥们。守一波，兄弟们。对，坚决不让走，坚决不让偷，必须守住，一个都走不了，守住，家人们。兄弟们，就差两个飞机顶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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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顶住，火箭住。我真的是一不守塔，太牛逼了！我操，真的没人守塔，太牛了呀！他跑了，就差100跑了，我操了，太难了呀！又跑了一个，嗯，没事没事，对吧？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换了2000多，不要再跑了，这他妈太难受了，兄弟。嗯，两个飞机，两个飞机没办法。那个天才会是谁安排的？晴天妹妹小海龟呀、啊，草原哥，欢迎宇哥，好嘞。天才会是哪个兄弟们？天才会是白嫖哥还是白嫖哥？榜日榜一。到我们啦！人头凑一波，开条开条开条。白嫖哥，白嫖哥。开条开条开条。去五个了，兄弟们，冲啊！开始啦！欢迎我小海。已经去五个了，什么给我冲，谢谢我幺幺哥的飞机，感谢幺哥，谢谢我幺幺哥，谢谢幺幺哥，谢谢兄弟们支持，感谢感谢感谢，已经跑五个了，兄弟们跑五个了，跑五个了，全跑完了，兄弟们已经跑五个了，兄弟们感谢我芝木哥的飞机，谢谢我芝木哥，谢谢我芝木哥的阳光飞机，感谢我芝木哥，谢谢芝木哥的阳光飞机，感谢芝木哥。打游戏去了，兄弟们，新航哥，咱看看直播，新航哥，每次来甩几手就去打游戏了，咱不打游戏行不行啊，新航哥？谢谢杰克船长的潘多拉魔盒，感谢支持。欢迎金智秀，欢迎。谢谢夹子，改夹子，改夹子的淘气教堂。感谢杰克船长的潘多拉魔盒，感谢杰克船长，谢谢杰克船长，感谢杰克船长，谢谢支持。节目要看，游戏也是打的，是吧？可以的。谢谢我柔情似水等风也等你大哥的飞机啊，那个支持，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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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支持，谢谢大哥，
不可能让兰兰的话一千多就跑了吧，两千一千九给他顶回去，两千跑不了一点，打满值吧行吗？给他打过去吧行吗？行吗？我知道已经很艰难了你们，大家都在观望，你不刷我不刷大家都不刷，氛围需要大家一起冲一波，里面大哥咱们送一张办卡各头的兄弟们一起冲下，团结一波搞一波你们行不？冲冲大哥们，不能观望了兄弟们，这个肯定压过去，必须压过去，对，不能观望了兄弟们，这观望了就拉了兄弟们，不能观望兄弟们，抬回手吧兄弟们，我们两三天就跑了你们，求五十点飞机过任务，谢谢柔情似水一大哥的办卡，感谢大哥，感谢谢谢恒星阿姨大哥，感谢我强哥的童趣直升机，我操嘞，谢谢大哥，感谢的车，感谢强哥，谢谢娃川哥的飞机，感谢阿东哥的飞机，强哥的出手了，兄弟们抬手，一人跟一个，这么多兄弟。冲冲大哥们，谢谢我幺幺哥的盛典飞机，感谢幺幺哥，谢谢支持，谢谢我乐乐哥的阳光飞机，感谢大家一起冲一波，操了，确实不容易，高压锅的兄弟们跟一波得干，我也知道很艰难的兄弟们，咱们挤一挤还是可以挤出来的兄弟们，可以冲一波的兄弟们，其实我也挺好的兄弟们，挺仁慈的，也不会特别狠，就大哥一起刷一点支持一下是吧，也不是说几千几万的搞兄弟们，咱们150的凑一凑是可以的兄弟们是吧，谢谢我敏哥的盛典飞机，感谢敏哥，谢谢楼兰等风中等你，一人一个飞机20个飞机压过去兄弟们，一人一个飞机20个飞机压过去，压过去兄弟们，压过去压过去兄弟们，压一下压一下兄弟们，压一下压一下，各位兄弟压一下压一下，加把劲，加把劲，顶过去，兄弟们！加把劲，顶一手，加把劲，顶一手，兄弟们！谢谢飞底一眼直大哥，谢谢支持，感谢，感谢，感谢。顶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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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多，确实不稳，兄弟们，确实不稳，这里分数还压不过去，兄弟们，我擦嘞！任务过了吗？没有过，敏哥没过，谢谢恒星阿姨，差两个过，敏哥。差两个是飞机，谢谢45HS 大哥的潘多拉魔盒，谢谢支持，感谢，感谢 HS 大哥的潘多拉魔盒，谢谢我敏哥再次的圣地飞机，感谢敏哥，感谢敏哥，谢谢敏哥的圣地飞机，谢谢恒星阿姨，谢谢支持，欢迎我听风哥，欢迎您听风声，欢迎风声哥，欢迎风声哥，兄弟们，这把1500酒店呢？住不了一点兄弟们，1500住酒店，我操嘞，那他妈的亏麻了兄弟们，我操嘞，怎么凑也凑一下，谢谢等风也等你大哥，谢谢大哥的深海探秘，感谢，谢谢支持，感谢感谢，努力一下努力一下兄弟们，努力一下，欢迎我76大哥，欢迎大哥们抬一手啊兄弟们，妹妹要守，小红也要守啊，面子也不能丢啊，主办方拉了妹妹全跑兄弟们，搞不了一点，守住，不能这样的兄弟们，妹妹是小日本打满了跑，妹妹宠是要宠的，但小红的话也不能搞拉了呀，兄弟们，守一下，兄弟们一人一张办卡，我操，这不人，谢谢恒星阿姨的珊瑚地毯，感谢，对的，你一人办卡也能上去，兄弟们，1000张办卡也已经无敌了，兄弟们。谢谢酒窝，谢谢酒窝，感谢酒窝的小画家，谢谢酒窝，谢谢用户哥的办卡，用户哥，谢谢5429大哥的办卡，谢谢5429大哥的办卡，感谢，谢谢5429，先把兰兰给他压住行吗？先把兰兰压过去，兄弟们，不能让他跑了。谢谢乐于助心的飞机，感谢，哎，他们拦了，你妈，我强哥上了，于总也上了，真的是他妈太难了，我操嘞！谢谢支持，感谢和平哥的办卡，哎，办卡也找一找兄弟们，跟一个吧，跟一个吧，兄弟们，跟一个吧，跟一个吧。跟一个，跟一个，跟一个。
不要盯着这个，兄弟们，还是靠兄弟支持一手，兄弟们，谢谢我敏哥的飞机，感谢敏哥，感谢敏哥，感谢敏哥的盛典飞机，谢谢敏哥，我们真的是看不下去的，迫于无奈，压力太大了，只能自己上了，自己挣钱自己花赚搞，操嘞，这是迫于无奈的，确实没办法了，兄弟们，但是不能分数太低让他跑了，太难受了，兄弟们，说实话，真的太难受了，兄弟们，也给他们施加一波压力，兄弟们，要么让他打满时去酒店。已经跑了五个了，是吧？超我一跑，跑两三个嘎了，把兰兰压下去，把兰兰压下去，兄弟们，差的不多，十个勇士我们上来了，兄弟们，只要十个，不能观望了，兄弟们，冲一冲，大门！谢谢爽歪歪的小画家，感谢爽歪，谢爽歪，谢酒窝的办卡，谢酒窝，酒窝办卡，一人一个办卡，兄弟们，把他们压下去，帮我守一下，帮我守一下，把他怼下来吧，兄弟们，把他怼下来，你们再凑一个，兄弟们，再凑一点，凑一点，一人凑一点，兄弟们，一人凑一点，把他怼下来，不让他跑，兄弟们。这个他来了就跑了就难受，虚空无泪全跑完了，谢谢恒星阿姨大哥的小画家，谢支持，感谢小羊羔，小羊羔，谢谢酒窝的小外酒窝，帮我守一下，兄弟们，兄弟们，不能让啥老沙子。跑三个，三个五个跑了八个了，我拉了，兄弟们，我操，我的蓝蓝也跑了，昨天压力搞得太轻了，大哥们，小林旭也跑了，玩的没有了，感谢敏哥，感谢敏哥，比赛啊，妮妮你不行，别打结束，不要打结束了，行吗？这个尽力就行了，大家伙尽力好了也没办法，什么能守就守，是吧？别老说他妈的结束了，什么的结束了，他妈的逼毛不刷的结束了，大家有能力的支持一下，兄弟们，有能支持一下，能守就守，守不住没办法，人家确实有大哥守护，我们没大哥守护没办法，确实没条件，对，人家有条件咱们比不了，对，超过我了就住吧，那咱们不能这么说，谢谢我幺幺的盛典飞机，感谢幺幺哥，有条件就上分，不刷风莲话，不刷风莲话，兄弟们，冲一波，我强啊，能上 VIP， 他必须能啊，可以的呀，完全可以啊，尽能力。谢谢我幺哥，谢幺幺哥，谢幺哥，感谢我幺幺哥，谢谢支持。感谢幺哥的潮汐教堂，谢谢支持。感谢幺哥。跑了几个了？八个了。跑八个了，我操，跑完了都。人家有条件有大哥守护，没办法的呀。感谢敏哥的盛典飞机，谢谢敏哥，感谢敏哥的盛典飞机，谢敏哥，谢谢敏哥，谢敏哥，谢敏哥。你这打了一串人啥呀？谢敏哥，谢幺幺哥，感谢支持，感谢。欢迎我，让我好，谢谢大家。
感谢苏毅的小画家，感谢。这一把再努力一下吧，行吗？最后一把了，行吗？最后一把直接欧一了，清空了，行吗？谢谢我深藏的潘多拉魔盒。最后一把 PK 行吗？最后一把 PK 行吗？最后一把 PK， 这把一定要守住了，行吗？哥哥一人来五少班，千一人来五少。少班，大哥们。我的好哥哥一人来五少。天天本来就可难了，一打 PK 我蔫巴了。牛逼，直接过，帅！这是我们守擂的什么？守擂的什么？守一下吧，守一下吧。最后一把 PK， 兄弟们，谢谢我们无聊过客的山水初逢，谢哥，谢哥们，谢谢无聊过客的山水初逢，感谢支持。你看，大哥们，们守住你们。对，不能再跑了，再跑他妈太难受了。你怎么都冷清了，我操！其实不是冷清，全跑完了，我操，压力搞大了呀，我操。他们的话肯定最后直接看我们上多少分，现在人家的话就盯我看你小上多少分，直接把你秒了。他已经看了两把 PK， 他已经成了闺女了，直接把你秒了，所以我们只能把分数拉高一点，没办法了，你们没有机会了，只能拉高一点。我距离大一点，大哥们。谢谢艺术西楼的钻戒，感谢西楼，饭肯定要做的，不行请人做饭。很急，我非常急。都在观望，看我们能上多少分，我们也在观望。我操嘞，都在观望，兄弟们不能观望，兄弟们，谢谢柔心的擎天锅，感谢支持。谢。不能再逛了，兄弟们。可以和咱们冲一冲，大们。别看妹妹太累了吗？我操！怎么才这样？这怎么没过？我忙了。谢谢我片儿哥的浪漫花束，谢谢我片儿哥的五颗阳光飞机。感谢我幺幺哥的潮汐教堂。感谢幺幺哥。谢谢幺幺哥，谢谢哥，感谢支持。感谢彩虹哥，谢谢彩虹哥，彩虹哥。兄弟们，最后把 PK。兄弟们，所有的兄弟们，我们先把这把打，就全力以赴给他搞过去嘛，行不？怎么现在 PK 的曼哥？曼哥。今天的话搞延迟了一个小时，所以打十二点这个榜，打十二点这个榜，兄弟们，咱们凑一下，兄弟们。哥哥们一人来五首吧，哥哥们一人来五首。老园子，老园子 VIP， 好嘞。好的，烟雨行舟。谢谢我片哥的山水初。谢谢烟雨行舟的五个飞机，感谢支持。感谢。谢谢烟雨行舟，感谢烟雨行舟，谢谢烟雨行舟。还有三分钟时间，兄弟们。亲爱的哥哥们，来舞掌。感谢行舟哥，感谢。
个人来捂手。兄弟们，吃着冬了，妈妈哥，大个头，妈妈哥。感谢我曼哥的阳光飞机，谢谢我曼哥，感谢曼哥，谢谢曼哥，感谢曼哥的飞机，谢谢曼哥。回窗大哥们，这跑的差不多了，坐个人吧，下去大哥。跑完都，已经跑完了都，跑了八个了，已经跑了八个了，我操！尽量守一下，尽量守一下，大哥们，超过这么多人，帮忙守一下吧。能守一个是一个，全跑完了难受，你们说实话。这把老妹子想跑你们，然后这个第二名小梦仙也想跑，这两个又跑两个，想当他妈受不了了，行，帮我守一把，行吗？帮我守一下，大哥出个手吧，行，出个手吧。这个时候出手全跑完了，行吗？难受啊，真的很难受，我他妈真要哭了都。谢谢用户四二九大哥的凤求皇，感谢，谢谢四二九大哥的凤求皇，感谢大哥。这把怎么说，帮忙守一下吧，一起出手吧，最后一把，这几个全留下吧，兄弟们。这两个不能让他们偷跑了，兄弟们，把我顶住，守住。救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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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救面了，小关走开。谢谢我换一个摩天轮，谢谢换一个，换一个，帮忙守一下，这把一定要守，所有兄弟出手。真的不能再跑了，不能再跑了，谢谢十二球大哥的小画家，谢谢十二球大哥的小画家，没有大的，没有，就最后一把，兄弟们帮我守一把，全力以赴帮我守最后一把，兄弟们守住，冲，五十秒，好哥哥们，50秒，先守一下，守一下，守一下，最后一把了，不能再放了，兄弟们，放不了一点，分数我是拉一拉，大哥们还有40秒，借个超火守塔，兄弟们，借个超火守塔，借个超火守塔，兄弟们守住，好嘞。帮我守一下塔，兄弟们全力守一下塔。谢谢敏哥的圣典火箭，谢谢敏哥的圣典火箭，感谢敏哥，差一点点冲。谢谢我记录哥的丘比特，谢记录哥的火箭，感谢大哥全部给我守住，谢记录哥，谢谢大哥守塔，这把一定要守住了，你们，我去，给我顶住，顶住，拉下，我操，这能把把跑，我操，大哥牛逼，感谢鲁哥，这冲，对了，三宝的话让他们偷了，我操，谢谢大哥，谢谢，谢谢记录哥，感谢记录哥，浊浪丘比特还有夏日火箭，感谢，谢谢大哥，我操，太不容易了，兄弟。谢谢。记录哥牛逼啊，开玩笑，记录哥岂是浪得虚名，我操，牛逼哥，太牛逼了，大哥。一分多就是输啊。啊，给他们组织还有一把 PK 打酒店的环节。给五毒安排个超级 VIP, 我操。你牛逼，站起来了呀！记录哥给你安排的超级记录哥，我操，终于吃上 VIP 了！哎，强哥的 VIP, 强哥，记录哥跟我也搞个超威呀！我操，感谢记录哥，感谢我五毒也行。我操，牛逼！我操嘞！这都是第一次 SVP, 我操！真的，大哥们有时候给我们搞搞 VIP, 宠一宠，兄弟们，我们也挺难的，我天天熬夜。每天早上8点钟回去睡4个小时，给你们搞直播一播，基本上全天都在搞节目。8点钟还给群里面发信息，我操，忙死，累得跟狗一样，兄弟们。来来，哎，这是咋？五毒站起来了，牛逼！半个吗？累木了呀，我。累木了，感谢感谢记录哥，感谢。就我红哥爹不疼，哎，娘不爱不啊，我幺幺哥挺宠我的，有几个大哥也挺宠的，挺好的，很多兄弟也宠我呀，可以的，挺好。还有两个凤求皇，好像没有看到。用户哥，可以啊，喂喂，现在打的那个打房屋，大兄弟们，喂喂喂喂喂，集合，见老王，顺便冲一下小翅膀，
红哥，我不爱你了，你不要，那我就爱强哥吧，爱强哥也可以啊，明哥。集合，所有人集合，快！报数快！三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差一个，快快快，你都睡着了吧？敏哥送火箭了，给你 VIP 了，卧槽，敏哥牛逼，感谢我敏哥，是不是敏哥？敏哥给大强哥的，好像是敏哥是给大强哥的，擦嘞，去酒店的出列，擦嘞，今天去麻了，擦嘞，怪我，来兄弟们，去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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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酒店了，咋办呢？我操，牛的呀！我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们全去酒店了，这开支越搞越大了，我操嘞，顶不住了，兄弟们，顶不住。好多天都没有酒店了，现在八个人了，我操嘞。那中间一看，这四个人打，这四个人打，打分抢房间的，抢了个电脑房。啊，大哥们太他妈宠了，我操，牛逼呀、啊！今天去酒店，今天晚上的 PK 环节的话，一个都不放走了，全部留下，尽能力啊！还好这把守住了，不然缺更多。哎呦！好，你们先自由活动，待会儿再集合一波。啊，先自由活动，待会儿再集合，最后集合一波。我送多少可以能合成超级 VIP 啊，明哥？超级火箭就可以合成超级 VIP， 明哥。超级火箭就可以合成超级 VIP。确定一下，只有七个房是吧？加没住的七个房。就那边去。好的。都不愿意两个人，能不能吃？那个不是想吗？都不愿意一起住啊，都在单间呢、啊。有时候将就一下呗，那怎么搞？没房，不然的话要安，那就把他安排其他房间。老三子，抽签决定嘛，你就这样，你就都居然不愿意，不要紧，那就抽签决定嘛，就安排这个酒店的话七个房嘛，这个酒店安排两个房嘛。老三子，你把你安排到那边去了。你不要，你不安排。抽签，你就抽签决定，抽签决定，没办法，抽签决定，只有七个房，找个人给你挤一挤。不行，我不想住那酒店，酒店全是蟑螂。那就再换一个酒店，那边华都酒店不有吗？那不都有吗？他找人跟你急，他们也不愿意住。那没办法呀，你没房怎么搞？那怎么搞？住酒店？那就住，找人跟你挤一挤，行不行？后面永远都是我。你不商量，抽签决定，就很简单。每个人都要住单间是吧？我们只能说挤业务站最好的酒店去安排，那边七个房，你在另外一个酒店再看两个房。看两个房。可以、啊。抽签决定嘛，直接抽签决定嘛。我们想出生态，我们俩可以住一间。可以。我跟彪子可以出生态，没办法，他们都会有癖好，都要一个人住，都他妈裸睡，操嘞！不用，我可以跟彪子住。跟彪子住是吧？彪子说一声，那你们可以。那你看彪子干不干？对，他不干了。太难了，所以说明天他妈的全部给他留下，我的丑出来了。预计跑七个的，就是说今天跑第二轮跑太多了，我操！不然的话，现在差几个房吗？差一间。差两间。不一定，还小日榜了。等会还有小木也肯定去，肯定要抽签的。不用不用组，直接抽签，就是十个房，开十个房，然后的话这边抽了七二三四五七，住那个生态，八九十住那边另外一个酒店。我打了七千五对吧？对，小日榜七千五，七个房，对，只能这样。七还不好抽，你就那么背抽八九十啊？我真不想出那酒店。这样公平公正。等下，那你跟彪子两个人都不可能。如果抽到是，这边的话。跟彪子说，跟他直接跟他挤，是吧？如果没抽到了就算了。又有傻狗带节奏，嗯。说了抽签，带节奏直接封，直接杀。我是不是我是尽我能力，我是小弟，你们是大哥，敏哥太低调了。就是我只能说尽力，我就是说验货证的话，赶最好的酒店给你们开着，赶最好的酒店给你开着，然后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住这边，是吧？剩下的住那边，只能抽签，每个人一个单间嘛，只能这样，是吧？就公平公正嘛。对不对？我没办法，你们酒店的话，我订了，上来就订了七个房，预计去七个人嘛。橄榄今天去他妈十个，我操！本来
来这几年酒店又紧缺，端午节，端午节回来的人多。我以前都是第五个的，哇！现在或者十个人 PK 赢的先选择，十个人再 PK 赢的，动不动就十个房，基本上现在。对，以前第五个房间 O 鸡巴 K 了。我把他干了。我是小弟，你们是大哥，别啊，敏哥。十个睡的青春。敏哥是多少柜子啊？看呀。看敏哥柜子多少？两个 VIP 啊，敏哥要升级超级 VIP。一千。以前敏哥再来两个火箭，正好过一星，然后给强哥，是给敏哥给谁安排的？正好给强哥直接升级超级 VIP。合成一下，合成有风险的，合成失败的，有可能合成失败，强哥，念经失败。合成失败直接演搞多一点。脱了一下超威的特权，超威的话第一。那对燕窝镇最顶级的水果，燕窝镇最顶级的美食，水果四五百，比买菜还贵啊！都大哥出的钱呢，我他妈出鸡毛的钱，大哥炒火咔咔的炒微的，我操！反正我真把大哥刷的钱拿出来给你买点菜，哎，买干就完事儿了，是吧？妹妹的吃好喝好，对的，总不是大哥出钱了，兄弟们安排，大哥刷了礼物，我们不拿钱去办事儿。是吧？把妹妹宠好，大哥们牌面拉满。敏哥的意思是说明天强哥休息，可以啊，强哥直接坐享其成，直接吃不做饭。可以啊，明天请人过来做。明天请人过来做呗。那如果说我是超威的话，我就不做了。我操！对啊，明天请人做，请人做。我这是甩着吃，你怎么做？抽签就完了呀，你不想我不想该怎么安排，对，抽签是最公平的嘛， 对吧，他也不会埋怨这个不做，对，这个不做，你们这都简单的事情，这个简单，只是简单明了，哎呀，对，简单的事情，电脑房的话比打你狠。不是打我狠的，我今天没大哥帮我守，那大哥都心疼妹妹，有时候一守酒店都想他们去酒店，那要不然的话我们到时候的话操了也不行，还是有时候的话，说实话，还得守。灵活，主打一个灵活。太晚了，今天太晚了，没办法呀。搞固定名额，人家固定不了。有时候去个，一般预计是六七个人嘛，每天去六七个人嘛。现在 PK 真太难了，行不行 ？P 不动，打不动，怎么说？十五个人订七个房，明天来两个人，后天来三个人，明天还来两个。啊，现在大哥叶哥安排的一个叫什么？叶哥安排的那个女孩子。叶哥安排的那个女孩子，明天来吗？明天来。在哪里、啊？成都的。成都的，明天来。然后还有一个老嫂子明天过来。老嫂子明天过来，我操！不能多了，那基地容纳多了，他手机会卡，超过二十个会卡。我看了一下上次，然后二十五号来三个，那他妈不二十五个，二十几个，三个二十三个，来多了就卡。您十九来三二十二，就那么信任我呀？我压力有点大，兄弟们都信任我，觉得到我这儿的话能好起来啊，兄弟们，谢谢我记录哥的。游乐园，感谢记录哥。记录哥，小老弟，我也搞一个记录哥，我也很难的，我饭都没得吃。记录哥，每天熬夜，连头发都撸完了，掉完了，头发掉完了都。记录哥，明天我跟蔡明打电话联系一下，能不能把我们基地整个基地覆盖无线网？对，联系一下，覆盖整个网络，不然的话会卡。从鱼塘那边、下塘那边，全部完了。这个没网过了。那可以弄，可以弄的，可以弄的，把升迁升两个，牵两条网线来。牵两条网线，一条网线肯定是不够的。打不了卡了，我的小碗，连夜你激情都没得玩喽，连夜你的激情都没得玩了，打不了卡了吗？打不了卡了吗，哥？差两个飞机过一星，过一下吧，行吗？谢谢时空战狼。谢谢我记录哥，记录哥牛逼太猛了，记录哥，我操！直接上来给五毒直接安排超级 VIP， 我操，牛逼！感谢记录哥，感谢。谢谢陈玉哥的小画家，感谢陈玉哥，
谢谢陈宇哥的小画家，该陈宇哥。他一个飞机过任务了，兄弟们。谢谢马特哥，谢谢马特哥，谢谢马特哥，感谢马特哥支持，感谢马特哥，谢谢马特哥的支持。谢谢马特哥，谢谢马特哥。我今天又是这个睡觉的姿势。谢谢我泡茶哥的潮汐教堂，感谢我泡茶哥，泡茶哥，谢谢我泡茶哥，感谢支持。综合多方面打分，节目效果 GDP 综合。干嘛呢？让我不理解，加了微信让你聊了，话都不回来。嗯。给你看一下。晚，待会发给我吧，待会看一下。不行就让来的久休息一下。谢谢时空战狼的小画家，感谢时空战狼。我操，你这什么姿势？休息是不可能的，我操嘞！那你这个搞的什么？你是谁休息？你是不是胎歪了？我操，把胎搞正了吗？谢谢我泡茶哥，感谢支持。把基地全覆盖，来五十个妹妹都可以。兄弟们，你们懂网络的有没有懂网络的？就是说那个把基地全方位覆盖的话，就是你们懂不懂啊？就是说把网络全覆盖这种，连 WiFi 的就是全覆盖的那种，能覆盖到吗？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种？兄弟们，谢谢时空战狼大哥的小画家。今天出行的话，我就知道了，兄弟们，出行还是那个。全覆盖，全屋覆盖，可以的是吧？谢谢时空栅栏的小画家，那是女主播对我们的信任，别人来我们要开心，我操，嗯，这是对我的一种考验，兄弟们，来这么多人，这是对我的一种考验啊，考验考验。小时榜由你主办方外加一千或者什么？小时榜小木仙也满了。小时榜由你主办方一千或者两千，嗯，什么？他俩他们那个没看呢，我了。对，升级宽带。第二个跟他说啥？没挂吧？老妹挂不挂？谢谢小画家，感谢支持。你主播往外加一千或者，那个就不加了，小日榜那个不加了。不挂，不能挂。有一个那个不能加。这挺好的，这是象征着成功的一步，兄弟们，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人家来的人越多，就是证明的话，在我们这里的话，确实是有效果的 ，GDP 能提升的，人家才信任才能来，是吧？这个是对我们的话认可，那我们的话是不是，对不对，兄弟们？那我们就想办法呗，把这东西搞好呗。谢谢大哥的山水出风，改大哥，我操牛逼！感谢我时空战狼大哥，战狼哥牛逼，对我到时候搞个专线，搞东西，搞线路什么的，把它搞一下。谢谢时空战狼，每次怎么看不到你的分？10001，10001。谢谢时空战狼。天天快过五星，节目就是成功的，还想什么呀？对的，是的，每天过五星可以的。谢谢乐乐哥的小画家，感谢乐乐哥。10001，感谢我用户467大哥的100个潘多拉魔盒，感谢我467大哥。可以挂了吧？四零七大哥是今天新来大哥，可以挂了。感谢我乐哥的小画家，谢乐哥，谢乐哥，谢乐哥。啊，不是大哥，谢谢我467大哥的百年潘多拉魔盒，谢谢我乐哥的小画家。有没有大哥给我搞个超级 VIP 的兄弟？有没有兄弟？搞超威兄弟，酒店抓麻了呀，酒店肯抓呀。多少人去啊？那肯定要抽签了，那肯定。加一个十个了。抽，那也抽签了。抽签，搞扑克牌呗。大小王赖子就那个，就要越做越大，水小越做越小，对的，往大里做，幺幺哥，往大里做行吗？他们两个人要是选择住一间的，就抽到了。他如果想，他两个人会，对对对。好的，我去问一下，明天去问一下。选择不抽，你给我一二三四，两个住一间怎么了？给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
快知道赚的也多，不要怕，对。哦，十个嘛，是不是？除了这三个了，你去找别人聊聊好了，你就可以。你不用搞那么复杂，就很简单，每人抽一张，是啊，是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住生态，剩下的住另外一个酒店。他协商一下，他很简单。如果说你不愿意住那边，你就找这边生态的人自己去沟通，啊、沟通无果的话自己去住。是这样安排，简单，对，就这样安排，这简单明了是吧？谢我敏哥，感谢敏哥，只能这样。还没有。过点了没有？对，这样简单明了是吧？他们自己沟通，因为确实我们也是尽到了能力。对，我们不沟通。对对对。自己沟通。嗯，给他们自己沟通一下。嗯。问了，公平公平，对，这样不会出现问题啊。我们哪些不搞不好的地方就那个，出租房间都没有退，一直带着的。宿舍房间都没带，一直带着在宿舍房间。对，房卡从来没退过，退都没退，一直没不，但是不用退啊。他不退，不用退的呀，比较稳的呀。稳的，他没退过。他不需要退啊，人家不需要退，就是说。有实力，有事儿，让他们参与抽这个。他不用参与啊，他参与抽鸡毛，他不用抽啊，他稳的一逼，他是专属房间，他稳的，每天去酒店。他不需要退的呀，他稳的呀。那九个人抽。牌面啊，那必须的呀，不需要退的他。嗯。他说每天酒店必须酒店的，靠谱的。那他不用参与，他不用参与，他不需要参与的呀。对啊，他每天那个房定住了，定了就完事儿了呗。连收都不用收，他每天就能出来去开门睡觉。包月省点钱呢，包月。包月跟我们家乡一样，一样的。包年呢？是外籍。包月跟我一样嘛。那我可真感觉的话，在旁边做一个别墅出来，把酒店的钱省了。基地这个要动工了，别墅造起来你别说我，如果说我要是真这么算，今天画饼准备说把那边推了，全推了。我这么算，我给你算酒店的话，一年我看一个月多少钱？如果真这么算的话，每天平均拉扯的话，如果最起码有不是多了有，按十个算吧，平均每天十个，一千，十个六千多，一间房六百多，就六千多。十年就六万，一个月十八万，一年一百八十万。我别墅早就做起来，一年就做起来了，是不是？你别墅你能做这么多房间？嗯，一百多万，他那舒服可以挤一挤，挤一挤又挤一挤，做大一点的。嗯，你把哪边推了？看你姑那边推了。那苦推没用。那那我推了，那边那我推了，那边不本来就是空的。姑娘跑了吗？感染了。姑娘跑了吗？姑娘拉满了吗？姑娘，我操了个大爷的，又加进去，我操了个大爷的，牛逼呀、啊！真牛逼！不是要加个那个了，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样速度不用吹。怎么都打满了？那个只有六个，加个那个，我操！加个花盘，加个花盘，加这个，加个花盘。把妻子丢出去，把妻丢出去，加个花盘。你们速度直接是包月了，就是包月了。反正我每天必须上酒店，就是他专属房间，就已经包月了。房间卡都没退，东西都没拿。不用退。东西都没拿，靠谱。房间那房间住习惯了，是不是？嗯。太牛逼了！那大连还要求住那边了？住哪边？住燕景。燕景那边的话，他是怎么样的？是？他低头层有点蟑螂，高楼层没有。像丢他也要去杀了一遍，上次说了一遍杀了一遍，然后又杀了一遍，估计快杀完了。蟑螂杀个几遍就够。高楼层没有，有蟑螂是吧？他们高楼层的住了都没人反应，就是因为湖北的话，它是十月湿润天气就有蟑螂，七八九没有听到人反应说有蟑螂。以前我们所有人都住那边的。对啊，他房多嘛，就基本上你平时任何时间去，除了过年时间。我这样想的，我这直接把它一推，把砖一买回来。